正即马小妹一定爱起啊！我一包金箔就400加400偌济？800。来，你要食蒜泥头刀肉，我来讲800、700、600，免这鱼啊嘛入口即我。全部招只新客时来500我了。来500。来，上面食蒜泥头刀肉，500我了，500。小姐。小姐，赶紧点。今仔日500，700我走，700我请，700我走，700我走。注意听，这三包四斤。今日车两百，四斤再800，免800，我卖你500，你省300，无够上，一包过来，规包拢卖了，规包拢卖了，规包拢卖了，来加紧收起来。500，一个人5.5斤的四比刷，5.5斤，是咪拢无啊？拢无。我一斤蒜泥卖你无100块，而且我来再保证扁鳕，绝对不是卖你鱿鱼，我这头无你卖鱿鱼，其他给你省价钱，我来讲，一包过来，够我卖一包去。一个人给7斤哦，全部5元平钱，冰箱大家冰起来，豆豆我吃500了。来500，来500块上面吃，鳕鱼头刀肉，这大家买大家有肉，来500上面吃。来个人要吃鳕鱼头刀肉，加油！起码搁给一大，一大不要买多少，来500个要吃鳕鱼头刀肉。刀，来500。拢有啊，来几个希望给个，好嘞咯。哎，鱼头，阿姐你听我讲哦。我这袂足济啊，我这袂足济哦。恁无出手的人客哦，我来讲，恁要两包怎么先看看？一包用钱，一包用杯，看信用有好无？正边说500、400块，你小家庭恁妈买过，你出手吃看嘛，200了。200。小家庭恁妈买过来200块，试看嘛。200。来，咱们试下吧，200块试试。200边啊。有咱们试下看嘛，200块，恁妈买过，恁妈买无？你买200先看嘛。两个。来个人要气煎的无？用一包煎，一包吹，一包煎，一包吹，上面有三。四下，四条，四下。来两包，搁一个上面吃200。唔好买贵，你要买200，你买500，吃了你就知影这什么啊？吃变衰了，吃变衰了。200搁有买来无？200。还200。后边搁有买吃200。四个吃人。有啊，吼，来收起。出来买啥？泡大茶，白茶。买白鱼啊，大只去个，一包啊。来，我来讲话，再来画符吧。来，白包你啊，多少钱？要细只，你买大只啦。一分钱一分货啦，你啊大只一定较贵个啦。啊，当然我的本钱嘛较贵。对啊，水无？你要搞我买贵，还是伊袂搞我做啊？对啊，规皮个拢啊。这什么？你凊彩煮煮个好啊？要食一千面八包，要拿来500，上面食500，高兴无？500块上面吃，你看人家白粿，搁今日白粿来炒，你看这粿好吃。两个。袂甲你骗啦，袂甲你骗啦，哎呀，这白粿真正好吃啊！来，最好吃哦。这个鱼啊，比土水鱼更好吃啊。收两个。来，搁要食白粿吧，来无五块啊。500是啊。这种啊，当然一定是较贵的，这无无多高啊，这较水啊。白粿搁有咩来无500？收个，来。几个？两个。讲完又收了了。这白包你敢不看我这水的？真正足水的，不是我咧好笑啊！我跟你讲啊，我白包就几千尔，这价钱啊贵，我袂走足侪箱的啦。来啊，你听我讲啊，来收啊收着，收着咧。来注意听啊，你白包来包买500的啊，我一半卖袂，我一日安尼一半拢我拎啊。啊，你去菜市啊，细细问问，讲白包今仔一斤偌济，你去问者你就知影。加汤羹啊，加汤羹啊，来啊，这个我你，这个我你啊，全部我就招6个人客，新客钱500了，我发钱，你来过来啊，对，哎，阿姐，我今仔日哦，过年，我恁送者，真正，我恁欢喜者，无紧，新客钱，真正无你阿在变，那这个，那这个无多康的吼，贵双双，真正贵双双，来进来，新客钱，搁一个尔，500，多啊，三个，一个。我正常拢卖6个啦，无紧啦，先生你欢喜啊，来啊，我一袋袂得金卡，搁金卡卡，搁一个500上面一个500啊，搁一个500我爱麻烦者，来啊，无鱼也无啦，莫搁高声啦，鱼也无啦，我先上个恁啦，唔好买过你鱼也无啦，我话无歹算啊，大条鱼也无，大条一定较贵个啦，免搁介绍啦，再来那个啥，牛肉片起来，没啥货嘛，袂正鲜啊。你要吃这无？你捌看迄牛肉遮水个无啦？大只细敢吃你吃？你捌看迄牛肉油个遮水个无啦？来啦，我无咧好难个啦，凊彩揢两块来啊！这油个你敢有遮水？
Choice 安格斯板腱，来要吃 Choice 安格斯板腱国际认证的，五个人加就好啊，三千两千面啊，一千块上面吃一千，姐，一千块一个人对不对？秀姐，好要求你看这地只惊人，你遐这好鸟鱼啊，你笑的，这咪好鸟，这 Choice 的，恁买牛肉吼，放心啊买，因为哦，这算有国际认证的啊，这恁会当放心啊买，放心啊吃啊，啊。这高阳我一个单来一摆拢三千块四千，你搞我买啊？这特别优惠，你家己看。这两个无好食，我真正无牛肉。小姐，一千块上来，这个人啊，一千啊，这个人啊，一千块上来，哦，你家看，这有水无啦？人家今日凊彩加这优惠安尼啦，安尼有卖无？来收起，一千块几个？小姐，你只要给钱，我就送啊。你若敢给钱，我就送好的给你啦，一千啊，这个人啊，再过来，你敢给钱，这地过来啊，这地过来啊，这个人啊。三个又一个一千钱啦，一个，攞下去无？我这个火线吼，一袋卖恁百几块，香槟油花才水，哇！你讲，恁无买真正袂爽，我再告你。老二，等下，再搁送你。老二，再搁来，再搁来。来，老二，吃一届。我老二，吃一届，你就知影是哪外环子，遮侪人来甲我买三四千，买侪啊！你吃一届就知。老二，我老二。来，孙教练啊！五百个去。来，孙教练啊！一千块搁一个，差不多一千。优惠拢点面的啦，这面还偷笑啊！搁一个一千，差不多一个，迄个什么五百一千，有人要吃好的无？你孙教练啊！孙教练，阿姐，你若无甲我买买我牛肉，你试吃看嘛，无白吃阿肥五百，差不多吃看嘛。来五百。五百。有人要试吃五百无？你吃看嘛，你就知影。五百。吃看嘛，你就知影。五百。一次五百的有吗？真正下骹，下骹搁愈水，愈遐是下骹油诶，变了咧。五百搁有要来无啦？搁有要食你咧，迄个啥物，迄个臭鱼翅诶无？有啊，有就收啊。收。好，搁有要食啥？回收拢唔卖吗？回收你唔爱卖吗？回收以前你买对？我来要食啥？姜汁包有无啦？下摆吃一个。你讲牛柳无？你要食牛柳无啦？是啊，你今日回收敢要炸大只？诶，大只哦！有人要食这只无？这无饲的啊，这两个真正的就好啊。一千面啊，八百面啊，来啊，这箱我来讲啊。恁要是食我搭配，互恁爽啊！你敢提钱，我你欢喜啊，三百 OK 啦。来三百，这批肉真啊好食啊，这拢无饲啊。三百，这种会当真会当吹啊。第一站咧鲍鱼，加哪有百块？啊，我四百，当然钱 OK 啦，三百。三百姐，你要几个？哦。你三百，你唔爱买，你唔爱炸大只，你都唔爱买。三百姐。来啊来啊，我来讲，想要卡条输掉，我也不要处理了。卡条输掉，你说变啊变到老位老钱嘛，不要处理。你爱选啥物？啊？我这条要送你啊！我直接讲一句，我一句讲一句实在，我实在直接卖你面价，实在免阁介绍啊。金龙三十五个就好啦，这条免钱啊。这大只无饲哦，肉啦，顶少你起啦，五只啊，五只啊，凊彩啊，四个啦，袂晓卖收啊，三百，我真济，我嘛两个啊，无啊，一瓶两个无啊，没有，歹势，头前个比一大，歹势得我一个，先甲你收啦，感谢你吼，歹势无啊，我两个，没有了啦，你遐怎物件是怎啊难找个？真正无，好啊！我这人拢会了，我拢逐个拢晓过啊，恁晓啊，我晓了啊，大部分我拢会晓啊，一面拢扔起去啊，其他扔起啊，飞机摆起去啊，鲍鱼摆起啊，毛豆摆起啊，我拢会煮啊，全部啦。靠呀！你搁搞摆骰子机哦？笑啊！恁娘做滴毛毛啊！你搁摆你是后摆哦？啊！你毛豆唔摆，你去摆嘿？你毛豆都十万多啊！你唔摆，你去搞摆骰子机？你有人要吃这个啦？孙家明，伊这叫花枝牌，两个人计搞起都也无啊。无啊，对。这三地就百二啊，四地、五地、六地，有你啊，七地、八地、十地，有你三百面，就一百了。个人要吃花枝牌无？最后一个一百。这十地卖你一百，免想啊。搁一个一百上面啊，花枝牌啊。最后这个花枝牌一百上面就没有了一百。
好吃。这嘛无啊，金贝啊，这叫玉米浓汤啊。这玉米浓汤你用我小食就好啊。这鸡蛋上我食，这一包就是一碗啊。两碗给你三碗玉米浓汤，四碗，一个人加五碗玉米浓汤，一个人要就两碗无啊，一百了。一百了。玉米浓汤要吃无？玉米浓汤一百块。有人要吃玉米浓汤无？一碗给你，两碗给你，三碗给你。你不会你要我一块钱你给做朋友干嘛你经历一下你给他给你一包了没吃玉米浓汤吗一包了没吃玉米浓汤弄我啊来尝一下给我这么高级好不好到了没吃鲑鱼的吗什么冰走走那个白托你弄啊这些米饼尝一下给我这个东西叫鸡肉粽啊，这里面有咖啡零食，真正的就好吃了。要吃鸡肉粽的，别让你改三块，鱼啊三条、五条、七条、八条、九条、十条、十二条、十四条、十六条、十八条、二十条。你若真无好吃，比较贵的，三百、五百块呐，一百了。一百哦，来一百块，来个物件给我分，这包物件给我分，来两条、四条、六条、八条，真的就最好吃，十条、十二条、十四条、十六条。十八条，来二十条，三百，要吃鸡肉粽的一百，有人买来无？一百个有人买来无？拢有啊，啊，收过冰啊，拢有，这拢免多钱。收过冰啊？我买冰泉。冰泉免来，物件给来，我先分，给着。来，阿妈给钱的收了个。来，阿妈给。